给五阿哥请安，给二少爷请安。陈夫人参见五阿哥，五阿哥深夜来访，有什么事吗？五阿哥吉祥。五阿哥吉祥，还不赶快下车！奴才小桂子给福大人请安，给福晋请安，给大少爷请安。快帮马前去吃粮，把车子擦干净，都下去吧。啊。福晋请安，福大少爷请安，恭祝各位福体安康，一辈子快快乐乐。哥哥，五阿哥，哥哥，请入座。都下去吧，这不需要人伺候了。玉儿，上去把少爷姑娘请下来。是。玉儿，我去吧。小桂子，去房门口看着。是啊。格格，请上座。我不坐，你们也别叫我格格了，别人什么都不知道乱喊一气，你们什么都知道，再这样喊我，我的脸都没地方搁了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不管真相如何，你是皇上封的格格，假的也成了真的，你尊贵的身份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了。尔泰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弄得怎么突如其来，措手不及，一旦有个闪失怎么办？这哪有办法，吴阿哥跟还珠哥哥有命，我也只能听命嘛。那宫里有没有安排好？你们不要担心，也不要怪尔泰了，宫里啊都安排好了，现在明月正躺在我的床上呢，我呀是假格格，他呢是假格格的假格格。小叶子，身上的伤好了吗？这样出来安全吗？行吗？看懂了，当时你受了伤，你也没有办法，身不由主吗？总之这是阴错阳差，命中注定的安排。我已经认了，也不生气了，不介意，你也不要再怪自己了，啊！